第16届乡长宣誓就职典礼开始。全体肃立。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主持人请复位，来宾请复帽，来宾请坐下，请就位。宣誓人是我们连任乡长叶八海，叶乡长请就位。宣誓人宣誓，誓词于誓之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浪费公堂，不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，不接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的处分。谨示宣誓人叶发海，中华民国99年3月1日。监誓人宣誓人请复位。承接印信，主持人汤处长请就位。监交人张副处长请就位。接收人连任乡长叶八海，叶乡长请就位。承接印信，承先启后，责任加重，展望未来，龙盘起飞。这是责任的再次加重。主持人、监交人、接收人，请复位。